有够真。我觉得为什么说快乐是 真实性的一个比赛，所以我觉得你看到的是一个真实性的比赛，而不是为了节目而做作的比赛。它的过程你也看到参赛者是真的是切到手里松散，可能有一些含有眼泪，这个手真实再加上那很多个很特别马来西亚的食材，我觉得那个也是非常的有趣，他们也没有用过了，真的是没有用过没有看过，他们也很大胆的去尝试做一道菜出来。12位选手中谁的厨艺能征服评审的味蕾，最终成功问鼎大小厨王的宝座呢？记得留守，即将在12月8日起每逢星期日晚上8点半在 S4ABC 到306说过欢迎来自厨房的厨王的厨王。记得留守节目，稍后来会跟大家聊啊，你是否曾经好奇啊，为什么有些人可以天生不做有用呢？我们去都是不是奇迹呢？到底那个酒量是天生的，还是可以透过后天越过的？你的人工减负不断的给人好不好？是否找到了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人生小老大？而玄机就藏在身体的哪个部位？Enter a new chapter of life.